是卫生部政部长陈时中，中回忆牙科的老本行，再去来参加到全民清洁喙齿运动的记者会。陈时中来话话，讲要来推动五成的民众会当正确来洗喙齿。啊，记者甲问讲，是毋是中回到正段咧？陈时中回应讲，伊并无真正离开过正段。各位记者、女士、先生，大家好，大家早安。这句甜蜜三年的话头，让人听到印象真深。不过这摆前卫生部长陈时中，不是做指挥官，是定当来做体育师。传过来这一方，哎，这一段就干净了。用气线真溜俩，甲台湾人变作正版清脆器。陈时中含两个好朋友蔡平辉、罗宏明医师，做清脆器的三剑客，密集推动全民清脆器的运动。五腔就好像我们的碗，好像我们的便当一样，吃过东西就要把它刷干净、洗干净。按个底又好了哈，按个底又好，你安尼，好卖安尼翘你个底又好。然后，其实我们刷牙是这样在刷的，然后过来再刷。陈时中发声，要让五成的台湾人会晓正版清脆器，并且除了一般民众，新政人士清脆器的功夫嘛也对着天。不过话讲到转来，外界拢真关心，陈时中敢会阁目睭滴？我好像也没有真的离开了哈。那有机会再继续投入选举吗？那就很难说，人生事情就很难说。好，但是我们就是其实。心态一直没有变呐，就是说社会什么地方需要我们，那我们就到地方去做。会议开始，到卫生部长，再过来到防疫指挥官，后来到接台北市长的选情，陈时中无搞位打进案，讲未来人生路也真歹讲，讲希望为社会大众服务的机会，会能继续做落去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交给大家两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